原标题老照片，琉球美军缴获很多日本旗，却觉得不过瘾。他们还有进阶玩法，冲绳战役盟军付出了重大代价，美英军队共有近万人阵亡。在战场上他们缴获了很多日本旗帜，什么日章旗，也就是日本国旗，还有日本陆军的军旗，跟缴获的对手旗帜合个影，是作为胜利者的荣耀，递回家里去好好保存，将来是给儿女孙辈们讲故事的好材料。当然提前是活下去，我们知道子弹无眼，刚才还在高高兴兴照相呢，下一秒可能就壮烈牺牲了。不过反正是无法预测的命运，还不如在活着的时候多高兴高兴。美军士兵们缴获日本旗还觉得不过瘾，他们还要搞进阶玩法，那就是自己造一面日本旗出来。材料呢，容易，降落伞上的白布正好用，罐头瓶口盖上白布正好一个圆，涂上颜色，中间那个红圆巴巴就出来了。上面那些步骤都容易，学着写旗上的字还是有点难度的，不过也难不倒美国大兵，写的还是有模有样的。本文图片来源于冲绳公文书馆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